如果我做不起来等我一下，怎么等我一办？下，我去换个裤子。因为刚刚那个棒式跟桥式，它是比较无氧运动。那我现在教你们，大家是是，有氧运动，是有氧，嗯，它必须要一了直解。动，一直动。哈可哈是我哈，有肢体残障怎么办？不会啦，你没必须关系，动这才样才会。好看。我看，哎，我在暖身。哎，怎么看不到？大家是看到我一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对啊，好像一定是哎。一半而已，对不对？然后嘞，今天这个直播真的是，有看到吗？对，可以。你再一次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刚才 say 他在 goodbye。说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有点难呢。好，我直接做一个连续的给你们看。方丽妹跑好步，好，她的脚步是一这样这样踩，有没有？侧面就是这陈样静蓉好像也不会，踩，就是先抬脚，抬脚，然后呢放下去的时候，另外一只脚往后面，往后面，等于把它往后踩，然后你后面那只脚要在地上，是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踩完之后，对不对？后面那只对，抬起来。然后踩下去的时候，后面那只脚再把它往后推，往后推，对，然后要着地，然后呢，后面那只脚再抬起来，抬起来就好，抬起来，再抬起来。对，然后就是跳，用跳一下，然后抬起来，然后呢，OK。右脚就是上面那只脚往下踩，后面那只脚往后，好。我再说，好，一，一。二，三，三，三，四，四，五，五，六，往后踩，六，七，太好看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然后连续起来就可以了，这个很简连单，续叫起来，连续起来。跑步的人。好，我现在连好续起来了，好好，那个汗淋给你看看哦。好，试试看，看。验收验收，天一好难，二三四，你请错来宾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谢谢汗点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再试一次。不能输，老大你不能输，脚 一不能二停，脚脚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我呦，真的觉得是够我了，没办法，哎，对不起，太难了，我没办法。不是，我刚刚已经做到别的去了，Running Man 是最基本的，最基本。哎，那个是最基本的。我觉得这个比练体能还有用。我觉得我现在好喘哦。对，它是有氧，所以如果你在家，太好笑了。大家可以学一下 Running Man，非常好用。Running Man，跑步的人。Oh no！而且今天成功，因为我的嘴唇目前是红色的。他们说。大热门说嘴唇只要红就赢了，对对对，通常跳完之后，嘴唇一定是发白的。谢谢，你这是哎，给大家上一个震撼的音我觉得我请错来宾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样觉得，不是，汉迪老师你真的太强了，没有，但是你们刚刚到底有没有跳起来？没有，已经有在努力了，已经有在努力了，其实只要把有它。点难。就可以了。你们刚刚都做得很好，只是我刚刚都没看到。根本没看，老那师不然，你那不娘然，在那家个，都，没有，那个，汉鼎哥，你要不要看我一下，我到底出什么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好再，好好好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现在一起好，研究，我来研究，我对，我你现在，看一下，我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啊，小健，你真的很认真呢，我真的好好，感动，都要一，对哭不了。对？一。然后往后。对，然后后面那只脚抬起来，跳一下，
但是你要跳一下，就是右脚要跳，好快乐哦。然后再跳，一二，不对不对，你踩下去的时候，另外脚啊，小杰我教，小杰我教你啊，小杰你再看一下，小杰，小杰你看一下，因为你要到这个就是这样，你会吗？就是跳起来，嗯，好，跳一跳，就是不管是左脚抬还是右脚抬，都要有一个跳，你看这样子，然后跳一下。跳一下有没有？这个你一定会啊！就是我们在全明星运动会不是有做这个练习吗？对对，哦，跳一下，然后踩下去之后，后面那只脚往后，你再看一次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只是说你踩下来的时候要往后，但是你回去，我帮你看，我帮你看，因为你刚刚只有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抬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说很忙很忙，跳一下。你认真想学，想赢，很不错。欢迎大家收看这个可爱的直播。跳，就两个 running man 跳。再跳大跳。你可以，你可以。好，你要去丢铁饼了吗？陈教练，我觉得够了，差不多了。那你们现在在家里面都会保持自主练习嘛，对不对？会还是会。